姜晒前嗰個大紅袍再贏出一場頭馬啦。但其實今場睇翻好多個騎師表咧，其實都係好多輕磅騎師咧。點解最終會揀黃顯東咧？上一次佢跑開嘛，咁就咪俾翻佢跑咯。因為上一次都跑得唔錯，因為佢過往都係有啲內閃嘅。上一次佢跑起上嚟都好直線，冇難嘅都好直線跑啦。咁啊，都同馬主張嚟講，俾多次機會佢啦。咁啊，佢今次啊好好彩抽到一檔，同埋馬唔多咯。咁啊變咗啊，即係啱啱好咯，叫做真係贏得到。今場嗰個跑出場一檔都好似都拎幾多個。是啊是啊，即係最主要佢都話你自己貼咗欄就自己慢慢去放啦，就唔好話咁快轉彎再回一回氣，咁啊希望可以入只路再走啦，叫佢哋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只馬其實因為個性能上都有少少轉變咧，之前季初開始就係只五千二百萬，而家都要係可能一嚟嘅賽事咪先比較啱啲。其實可能千四、千六都 OK， 千二可能略嫌短啲咁多。如果你有個靚檔或者可以偷下雞啦，即係千二，佢最主要。佢中意自己碟嚟放，係啦。咁啊，再次多謝曬全部啊，多謝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